应该这样来讲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政策在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要跟民间沟通啊。那么即使跟民间沟通之后呢，如果事后啊才有不同意见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继续倾听。所以我们倾听意见并不是说只有在决策之前才倾听，决策之后就不倾听。只要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随时提出来，我们都愿意去倾听。那么但是呢，我们的政策基本的理想目标不会因为这些我们的这个通常我们的政策定定的方向目标是不会离开的，只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有人有一些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是足以让我们的政策能够做一些调整，让社会大众接受度更高，那又不背离原来目标的话呢，那我们做这些调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法家湾的讲法似乎是，如果是法家一定是180度转弯嘛，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政策有任何是180度转弯，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用一些更能够去从同理心或从社会大众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政策怎么调整，让大家觉得能够更适应，从角度来推我们的政策。